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进击的巨人二》哦，终于来到了第二季了哈。那说真的啦，这款游戏呢，老头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棒，而且打击感真的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就不提之前的那个什么很三八的游戏了哈啊。这个虽然是同一个公司做的，但是呢，我觉得《进击的巨人》不错，所以说呢，我就买了它的二代。然后呢？据说这一代呢，它是自创角色哦。可是个人比较不喜欢自创角色啦，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还原，应该是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这个角色的这个剧情，就是本来剧本里面角色的剧情去进行，会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我不知道会不会变得不好哦。我是比较希望它像一代一样，就是直接照着剧情走，没有第三人称的第三个角色在旁边看这样子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再试玩看看这个游戏啊，自创角色之后呢，跟剧情上的衔接会如何啊？那一样，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记得按个喜欢啊，让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亲朋好友观看啊。喜欢的次数越来越多的话呢，对老头是有帮助的哦。啊，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了啊。对了，所以跟各位讲一下，说真的啦，老头这个已经看完第二季了，所以说呢，你们要剧透的基本上对我已经没有用了，好不好？啊，那一样呢，在影片下面如果有人剧透，我一样是会 ban 掉啊，以后就不能再留言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啊，这边开始有剧情模式，好不好？我们就直接进剧情模式了。啊。感觉他这一代做的蛮精致的，而且他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型啊，哦，做的非常的很有代入感，嗯，还蛮不错的啦，我觉得还可以啊。剧情直接从这边开始，这谁啊？拿望远镜，在偷窥这个妹子，哦，这是哪一个城？哎呦，喂，借我谁啊？这谁？是谁？应该跟目标接触过才对啊！是不是在找这个间谍内奸？我忘记要这边从哪里开始，而且我现在居然是以我自己这个应该是就是自创角色的视角啊！这个是自创角色的视角啊，好酷哦！不要忘了再确认装备哦！哇，我长这样嘞，还故意先带个披风把自己给盖住。这样子更有融入感呢。其实后来想想也不错哎，完完全全就把我这个融入在这个剧情里面。哇，是谁啊？谁变巨人了？哇，是亚尼？哇哇啊！我的那些伙伴都挂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我突然闭眼了？天黑请闭眼，是不是？所以我被霸王色霸气震到，然后睡着了，是不是？哇！然后一睡醒的时候，周遭已经被毁为一旦了吗？我靠，还真的嘞！哇，一堆村民受伤。谁？约翰。居然是你，阿尔敏。第一阶段作战结束，这个好像是在第一季的尾部的时候，第一季尾部的剧情，要捕获亚尼。哇，开始了！哇，好逼真啊！哇塞！哦，开始了。搭配按框框，啊，框框是往前飞。我这是 PS4 版本的啦。第一代我是买 PC， 然后呢，后来我发觉 PC 的按钮有点麻烦，所以说我就改买 PS4 版本的。哇塞！第二次捕捉，哇哦，哦。超强的，
快点快快，绝对不会让你逃走。他的操作方式跟之前以往没有太大的改变，目前感觉出来没有改变太多。我要怎么攻击他？好像跟之前一样嘛，对不对？可以攻击耶，可以攻击耶，打了脚，跟之前一样没变啊。哇，他去哪里？哇，他突破那个城门，他离开了。亚尼现在正准备要逃亡啊！攻击他脚，还不习惯，怎么弄啊？要怎么弄啊？奇怪，我不是已经瞄准了吗？为什么不能射他的脚？可以射手，但不能射脚是怎样？哇哇哇！又被破坏，又被破坏了，又跑掉了。他力气好大哦，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算是自创剧情，这算是自创的啦，因为我的加入啊，因为我的加入变成艾伦不见了，因为我记得第一季的剧情是艾伦击败了他，结果现在的剧情居然是我跟这一群动画的角色一起出现在这边，完全有点不太一样，哇，奶好大哦。又跑掉了，是要跑几次？哇哇哦，好酷哦！哇，我居然被抓住了！我有那么强吗？我有那么强吗？换刀片！啊，艾伦来了，艾伦来了，艾伦来了！哇！是艾伦吗？哇哦！真的，是艾伦！冲啊！哇，超帅，超帅！打起来了！呜！结果剧情还是有接到啊，只是稍微改编了一下而已，稍微改编。啊，这个跟第一季没什么差别，啊，一模一样。这里有一本日志，某个士兵留下了这本调查日志，虽然据说曾捏转流落到许多人手上，但写下记录的士兵是怎样的人？所以说我就是那个写日志的士兵啦，啊。甚至连那个人是男是女这点都不清楚，所以要我自创角色。把这名士兵称为他，就是我。我好帅啊！这本日志中所记载的内容是一名无名战士的战斗记录。酷！哦，100多年以前，这个世界出现了巨人。啊，又再稍微补一下之前的剧情了。圧倒的な力の差が存在し、たちまち人類は絶滅の危機。要怕有人不知道剧情啊，所以他又在补足了这样子。生き残った人類は、又再讲一次。強固な三重の壁、マリア、ローゼ、シーナを築き、安全な活動領域の確保に成功した。その日。哪一天人类回想起，都在回想起超大型巨人又在演一遍了，不过这次是另外一个高清版，二代变高清了啊，这是他们这个三人组小时候的样子。鸟笼中的屈辱，我要借厕所，
哇塞雷棍啊，我要去厕所，不要阻止我，那个抬腿好优美啊。哇，城墙就这样破了啊，这是一个巨人急着想要去大便的故事。再不给我厕所，我就烙兄弟客诉你们。啊，真的烙兄弟了。哦哦哦哦，我也是那个时期的人呢、欸。啊，这是我的视角，我小时候的样子。这我妈？这是我爸，是不是？爸，不要乱认，不要乱认小孩啊 ！Oh my god！哇，他们死了 ！Oh no！ 喂，立てるか？船まで走るんだ！好悲惨啊！哇，又来又来又来了！哎、欸，他这次做得不错哎、欸！哎、欸，刚铁之巨人出现了！哎、欸，好有代入感哦！哎、欸，真的好有代入感哦！真的用这个视角，真的做对了。就仿佛你身在这个世界。哦，原来那时候我在艾莲的旁边啊，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也在落泪，我也要像艾莲一样，一个也不留的杀光所有巨人。突如出現した超大型巨人によって壁と共に破壊された。巨人の侵入を許した人類は長驱直入。ボールマリアを放棄。その活動領域をボールローゼまで後退させた。シガンシナクに暮らしていたアルミン・アルレルト、ミカサ・アッカーマン、そしてエレン・イェーガーが第104期訓練兵団に入団したのは847年、巨人の襲来から二年後のことだ。加入了训练兵。巨人に全てを奪われた。被巨人夺走一切的他，听了一起搭上避难船的一个陌生少年说下的话，决心就是爱莲他说的话。他要向铠甲巨人复仇，并夺回故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决定加入第104期训练兵团。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遇到了爱莲嘛？啊， 104期是吗？不知道，怎么觉得前面的铺陈好强哦？不是很强，是很长。我在讲什么？啊，就很长。他必须要把剧情讲完了，不然的话，没有玩过一代或是没看过的人都不晓得。喂，貴様！啊！貴様は何者だ？シガンシナク出身、アルミン・アルレルトです。そうか、バカみてえな名前だな。親がつけたのか？祖父がつけてくれました。アルレルト。貴様は何しにここに来た？人類の勝利の役に立つためです。それは为人类献出我的便当。貴様は巨人の餌になってもらおう。3列目、後ろ向け。献出便当啊！貴様は何者だ？トロストク出身、ジャン・キルシュタインです。貴様は何のためにここに来た？憲兵団に入って加入宪兵团，拿到内地生活。そうか。貴様は内地に行きたいのか。はい。おい、誰が座っていいと言った？こんなところでへこたれるものが憲兵団になどなれるものか？哇，这头都不会痛哎，铁头功。干，这不会是我吧？哎、欸，干是我哎、欸！创角色时间啊，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来头？我们要不要玩女生啊？你们觉得我们要选女性吗？我觉得女性其实还蛮正的耶。可是我玩游戏很少创女性角色说。等一下，你只能选这几个已经设定好的模组哦。哇，这个是大捏捏，可以，平胸不行，平胸不行，嗯，这个应该有个 B， 老头好肤浅啊，只看 cup 来决定这个人怎样不行呢？哇、哦，这个是还蛮大的啦，啊，算了，我们选男性好了，
男性角色也没有一个好看的啊！啊，怎么都那么丑啊？欸，说真的，应该是讲说不是我，我不选男生啊，我就觉得男生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看的、欸。好啦，勉勉强强第二位跟第一位还可以啦。第一位的感觉看起来也算蛮硬、蛮正气的，还是说待会可以捏脸啊？可以捏脸吗？待会语音不能捏脸。我打死他！我们选女角好了啦，不管了。哦，哎，sorry，哇，好俏皮啊！啊，不要叫！有这么萌吗，萌妹子？啊哈哈！抱歉。啊！行きましょう。怎么感觉都差不多？逃がしませんわ。はい。し。は。行け。行け。や。精一杯頑張るね。踊ってちょうだい。哦，这个比较粗。我觉得八不错。我决定了，八语音。好了，我们就只能选他啦。还是我们看一下其他妹子？欸，可以改哦、喔。可以改，不早讲。那我们选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想要女生的。娇小玲珑女。哦。刚刚那些都是预设啊。哎，那这样子其实创男角也不错啊。哎，这好像米卡莎哦，干超像的，这个故意的吧？不要，我不要米卡莎。好吧，我来创一个理想的女友的外形好了。好，我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可爱，好不好？我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可爱，就这么决定了。好，我们创好角色了哈，浪费太多时间了。编辑结束。哦，还要叫名字啊、哦？嗯，要叫什么名字？我突然不知道取什么、欸，哎，我们认真一点好了，就这样子，我随便取的。结束。哦耶，我们终于创好了可爱的小妹子。哎、欸，他刚才可以调整胸部说，可恶，我居然没有调整胸部。是吗？托鲁？为什么不是直接叫妮娜？我有点后悔了、欸。我们可以重创吗？突然想要重创，哎，我想重创角色。怎么办？我刚刚已经重开过了，就他直接跳到这画面来，他不让我改了，那我就叫托鲁了，好吧？他说我来这里干什么的？为了打倒凯之巨人。你要身上做记号。什么记号啊？欸，其实我觉得好可惜哦，我的胸部没有把它调很大，我都后悔了。现在开始浇血了。我们要把胸部调到最大。序章。哦，立体机动装置。操控方向空中可以垫步，可以沿着墙壁上跑。R 3可以重置镜头。希望する者は引き続き自主訓練を続けろ。终于啊！哇，终于结束了！这新手教学好烦啊！喂，哇，登梯！哦，莱纳大帅哥！哇，哇，太酷了！就因为你这么乱来，一慌张就害你姿势跑掉。这是额外剧情吧？我们回去吧。啊，回去了。
教学结束。嘿嘿。好，继续我们剧情。玩家在战斗中会决定战斗的评价，获得高评就可以获得特别报酬。若是在战斗中得到胜利，可以获得经验值。当经验值累积到一定程度，角色就会等级提升。当角色等级上升，装备所需要的 HP 技能点数就会增加。哦 ，S， 哇，我直接升两等。赢得战斗后可以获兵团资金。哦，这个我知道，这跟一代一样。赢得获得资财。哦，破坏巨人部位可以追加，这个我也知道。啊，这是什么？若有以同行者身份一起出击的伙伴，战斗中会提升伙伴的好感度上升。啊，在日常可以提升好友好阶级。哇，我们可以跟妹子克里斯塔一起战哦，妹子对妹子啊，艾琳耶卡也是可以的，还有马可欸，最早 GG 的人，好浪费时间哦。哎呦，动画了，兵营，我们现在到了兵营。然后前面的仰卧起坐，好的，好，我们回到了营地。从任务返回后啊，可以在这个身为士兵的日常生活，这个变得有点开放世界，开放世界的感觉。头上出炼金大号的家伙呢，啊，可以有日常部分就有所进展。哇，阿万是冲刺哦，妹子。今天训练很辛苦啊，嘿嘿。哦，当可前往新地点时，就积极前往吧，或许能发现一些还没见过的伙伴。只要暂停选单，可以学啊，暂停选单选择地点或人物，就可以快速抵达。所以说，他是可以到训练营地的，是不是？哦，这边有啦。快速抵达，哎，这样蛮方便，不用特地跑那么远。那我刚刚看到那边还有个惊叹号，哎，没有，直接出大门好了。我想先打一场，哎，这是训练地耶，哎，哦，算了。来，嗯，有剧情。やる気がないなら。さっさと荷物をまとめてトーマスワグトーマス貴様のような無駄飯ぐらいでも浪費米的家伙不足の開拓地ならおいミーナカロライナ你是从猪圈来的吗被骂的被骂老惨了一生懸命やってるのに何もあそこまで言わなくてもクク啊立ち直れないよ就真的去当猪本当に豚になろうかな努力让教官刮目相看吧もう十分頑張ってる。こんな状態では。现在这种状况，我们真能当上士兵吗？だけど、今よりも訓練生。うん。全力で取り組んだ結果が。托鲁，你觉得怎么办？我想托鲁啊，我不想再一个人了，这样子吗？向优秀的伙伴学习之类的。仲間をみんな確かに同期長所を学ぶか。よし、後でお。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剧情之一啊、哦！好，再跟长官讲话。除了提升身为士兵的能力，像优秀学习伙伴也是个好方法。尤其像你这样的菜鸟，必须多多和伙伴交流，可以提升学习优点。你跟伙伴之间存在这个友好度啊，所谓的友好度是一种指标，代表每个伙伴间的友情谊强度。会因为在对话中适当的回答，采取令对方开心而上升，恋爱养成，嘿嘿嘿嘿，恋爱养成，那个声音让我听了有点感觉，会遐想很多。提升好感度时间，这么说来，今天的夜间训练对吧？好像有夜间训练。老实说，我的体力有点负荷不了，不能退缩。呀天呢！哪一个增加能力了吗？嗨，你好，米娜。嗯，じゃあトーマスからどうぞ。トーマ開始そうば。俺はあれからエレンとアルミンの二人と交流する機会が多かった。エレンの長所はとにかく根性だな。アルミンの長所は
頭の良さと負けん気根性と負け、うん、私はミカサはどんな状況でも慌てずに自分のクリスタはいつも周りの状況をよく見てる仲間。刷好友好感度而已啊。よし、今回私もみんなと仲良くなれて役に立ちそうなことをたくさん学べたかな。看来你们两位没问题的。嗯，これからももっとたくさん。そうだね。好了，一个了。认可 one， 哇，达成交流，后面还会学会技能，刀刃消耗量减少，是他还是我啊？哦，这个也上升了，哦，这是已经学会的意思哦，瓦斯消耗量减少，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呢，这个如果你不做，这个好感度提升不做，我跟你讲，你后面会很难过。哦，这边可以装啦。应该是瓦斯量减少，我现在只能装一个而已。我还可以打招呼 ，OK， 再见，对不起，冲恩瑶。终于要出任务了 ，Oh yeah！ 拜托让我打完一轮好不好？一轮出任务的那个章节可不可以？不要浪费时间了。是的，终于要派任务给我了吗？说不定现在你能享受安稳的日常生活。是的，我们要开始了。终于啊！哦，是个序章，这个交代太麻烦了啊！我以为他是从二代直接开始剧情，结果是从头开始啊！我觉得等下超大型巨人要出来了。哈？哈？調査兵団？就全部都要加入调查兵团。うるせえ！そう照れるなよ。噔噔噔！長官の食料。哈？啊？会被骂吧？怒られるだけじゃ済まねえだろ。大丈夫ですよ。ウォールマリアだ。我知道接下来要打什么了。我知道接下来要打什么了。啊，そうだ。コニーたちはああ言ってたけど。但你选择哪一个兵科？当然要加入调查兵啊！原来你也是啊！あの日お前もいたんだろう。志願しなくに。二人とも早く作業に。あ、今行く。今行く。开始了，开始了。あれから五年経った。又来了。人類は。只是高画质版本。尊厳を取り戻しつつある。我知道待会的战斗是什么了啦。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啊，会赢的人类的反击。Boss， 哇，这个超帅，这画面说来就来。哒啦，哦，又破了，要来大便了。哇，用我的视角酷哦。我也在身临其境当中。噔噔，城墙，巨人又要来啦 ！No， 战斗，来吧，终于来一个真正的战斗了。第一章终于开始啦！我的天啊！来，我已经训练的很 OK 了。啊，这个我知道。无限的被巨人抓住，赶紧按三角形挣脱。啊，负伤状态要吃回复，要进行回复。刚被抓的话，按叉可以立即脱困。啊哈！啊哈！立体軌道で背後に回って、うなじを削るんだ。来哟，直接把你解决掉。動きを止めた方がいいな。我怎么感觉他的那个攻击的感觉有点薄弱啊？还是我攻击太低啊？呜，怎么了？
哇，这边又一只，旁边那只倒下来了。哇，大屁股，又来踢一次了，又来踢一次了，这洞会更大吧？哇，破了，这个洞更大了。哎，你直接翻墙就好啦，你要踢吗？你们是想大便而已吧？我负伤了。好，他要教我怎么补血。有了，巨人进一步入侵托洛斯特斯特区。来。哎，我被攻击了。他这个打法跟以往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他在干嘛？这个巨人在干嘛？你告诉我这巨人在干嘛吗？这个巨人在冲啥？还蛮好笑的。在抖什么？哎，还在抖。我现在还在抖，那个巨人卡条是不是？换刀片。讨伐大型巨人时间，超大型巨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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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也来了。これ以上は限界だ。もっと巨人が来たら全滅しますぞ。他全军覆没啦！あなたも大丈夫ですか？我没事，我没事，我很好。撤退しましょう。我还举手哎。まだもう一匹いる。哇哦，爱莲要上了。目標、敵対正面、超大型巨人。マジかよ。真的假的？これはチャンスだ。壁を壊せるのはあいつだけだ。あいつさえ仕留めれば。他宰了他。嗨，五年没见了。又闯进来啦！只能上了。Go！ 哦。结果我们要对付大型巨人了，我要清掉这些小喽啰。完全讨伐。巨人有所谓的警戒度。哦，量表在哪里？哦，颜色会变了。砍掉了，攻击好低哦！我的天哪、啊，他要开始皮皮抓了。优秀讨伐，又在抖又在抖了。要怎么帮爱莲？又来了，过来啊，一直来。来没刷呢？あの巨人、さっきのより強そうだぞ。哦，在空中按三角形可以进行空中垫步。相较于立体机动装置，空中垫步在空中动作比较灵活。在空中被巨人攻击前进行空中垫步，会转为回避动作。若回避成功，可以快速的绕敌人背后。而且当回避动作绕到巨人背后时，按三角形。可以使出，哦，好酷哦！我也要。有哎、欸，哎、欸，这是失败，这没有成功吧？要怎么试啊？等一下，我在试这一招，我正在 try 啊。
干，我都没有成功，我负伤了，补一下血。啊啊！啊啊！快点攻击我，快咬我！攻击我啊！啊，不攻击我哎、欸！这样子我要怎么使出特殊能力呢？你要怎么使出特殊能力？教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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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他砍死会怎样？好吧，我没有成功使出那一招，将来有机会可以使用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因为他好像没有手，没办法攻击我了。总算讨伐完毕啦！独自对付超大型巨人。死ね！哦，乐乐德，消失了，失败了，超大型巨人消失不见了。お前が倒しちまったのか？違う。五年前と同じだ。跟五年前一样消失了。突然現れて、突然消えた。突然出现，突然又消失。逃した。何謝ってんだ？俺たちなんて全く動けなかった。何してる？超大型巨人出現時の作戦はすでに開始している。直ちに本部に戻れ。はっ。他们走掉了。结束了第一章节 ，S 评价，终于啊，拿到东西还蛮多的，说可以新增自动炮台了。怎么会 Siri 闭嘴，不要讲话 ，Siri， 自动炮台哦，我知道这是干嘛的，这是设置那个炮台用的。哇，终于结束了、欸，这个序章真的实在是拖台前哎、欸。我的天啊，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很久很久，我觉得可以玩很久，非常的久。在连续进行战斗可能会被称为临时营地的这个简化版的日常部分，在临时营地里，比起一般日常部分，行动范围受限更多，临时可以做开发装备跟装备调那个调度资材交流对话。哦，临时营地做不到的事情是移动到其他区域，还有升阶好友阶段前往调查都不行，好吧？终于啊、哦，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个结束了哈、哦。那之后还有更多的内容颁给大家。如果各位喜欢这个系列，记得按个赞以及分享出去啊、哦。很遗憾的，我以为这次的《进击巨人2》呢，我以为是直接从第二季的剧情开始，没想到它从头开始。好不好？没关系，我们就当温习，好不好？那如果还不晓得的人啊，你们可以去看第一季啊，我第一季的影片我也有，好不好？那今天先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进击的巨人2》再见了，拜拜。